大块腿裤被放进油锅煮得滋滋作响，其他食材放在桌上备好。位在高雄哈马星的庙前广场本来已经备好50桌的板凳，但是现场没有人山人海，反倒非常冷清。我这上好弄我因信落贴上面，伊爱食会用无办啊，我拢吹好啊，吹好啊，一包一包啊包好势啊，因随人因贴上面。高雄港感染链累计42名确诊者，原本年关前办理尾牙宴的庙宇因疫情临时取消，已经煮好的食材变成外带方式，让信徒跟庙宇人员带回家享用。因为该配合着政府疫情防疫疫情的关系，他40-50万，啊，一桌爱万几块啊。无食无要紧啦，无食无差啥物啦，系啦系啦。不止高雄庙宇尾牙喊卡，往南来到屏东，不少饭店跟餐厅业者也遇到内用聚餐公司尾牙往后延期，心理影响多多少少都有了。有一部分的尾牙跟联差都有延期了，取消的情形的话还没，客人要退我们还是给他退，我们通常都不会刁难。他要延期，延到春酒有2场，那这2场都分别一个10几桌，一个20几桌，真的是禁止内用了。我们这个定金就是全额退费的。高雄爆发群聚感染，其中足迹也曾到过屏东。年关将近，疫情还没退烧，尾牙版的内用聚餐都取消延期，防堵疫情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田居达、李晨彦，高雄屏东报道。